泽宇，小名乔宇，星座摩羯座，生日12月24日，最喜欢的颜色灰色还有蓝色，绝对不会吃的食物苦瓜，最害怕的东西蛇，最近常说的一句话什么鬼，用一种动物比喻自己的话你觉得是什么，小猫，最喜欢的数字12，有什么别人不知道的习惯吗，睡觉爱说梦话，现在的身高1米54，现在的鞋码是多少，37.5，在学校最喜欢学习的科目是什么，数学还有科学，如果成为超级英雄你想成为谁，为什么，钢铁侠，因为钢铁侠很帅，如果不做艺人的话你最想做什么工作，想当老师，最好是当校长，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，做梦的时候，为什么，做噩梦了，能记得那个梦是什么吗，突然来洪水了，然后还有一只老鹰就直接把我抓走了，印象中第一首会唱的儿歌是什么，小燕子，喜欢猫还是喜欢狗，喜欢狗，如果养狗的话会给它起什么名字，豆豆，手机里最后一张照片可以公开吗，好看看，请给我们看一下你的手机屏保，新的礼物是什么，就是弟弟给我的一幅画，有什么梦想是希望18岁之前实现的吗，希望我们 Boy Story 的粉丝能达到100万，成员中最有趣的人是谁，奇哥跟龙哥，请赞扬一个成员，虽然很可爱，希望学习到哪位成员的什么优点，希望能学到龙哥舞蹈棒棒的，如果挑选一位成员互换人生你会选择谁，为什么，我不会选择，最想去哪个城市旅行，想去美国纽约，如果只能和一个成员去旅行你会和谁去，为什么，我会和舒扬一起去，他在我身边比较开心，今年如果想学到一个新技能是什么，想自己编曲，摆一个最帅的 pose，最可爱的 pose， 拜拜，如果新龙不开心了要怎么让他开心起来，他如果不开心了的话搁置他，他就开心，推荐一种你家乡的美食或美景，美食，我妈做的土豆炒肉，你这么打扰的喝